天狼星信息。一、关于第一次接触是不可避免和迫在眉睫。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接触近了，复习一下。一、新的治理开始到位，做出正式揭露公告。二、登陆舰队广播大规模登陆的详细资讯和全球降落日期的详细资讯。三、开始广播谈论你们真正的起源和地球的真实历史。四、在当地登陆之前，这些行动的特别程序会以你们的语言在每个小时宣布。第一次接触，我们新的现实的关键。大规模登陆，最有可能的是在转变之后，事件之后会依实际状况调整。正在进行的三波，第一波，觉醒，第二波，接触，这是现在要发生的，第三波，蜕变，会在个人的光是进行。我们目前所提到的是一道全意识的三个步骤中的第二波，第一次接触行动的五个阶段。设备会由银河联邦技术联络员安装在家中办公室。介绍永磁升降机技术，介绍新的全球通信系统，参观母舰，解释新的技术和时程表，强化教育以及关于历史和意识的培训专案。登陆之后的时间线会依实际状况有所调整。第一个星期，与第一次接触的人员以及扬声大师交流。第一个月，开始技术的传输和开始教育计划。第二个月，开始地球上污染的清洗和重建地球的生态系统。第三个月，开始全意识的训练和完成与地心世界的团聚。第四个月，开始向地心世界以及舰队撤离。登陆的主要分水岭，登陆是标示着从有限的意识到全意识的转变点，这种转变正重新连接到你们物质和能量身体的零件，无论它是休眠状态或是尚未被充分利用。这个转变的一个例子是此刻你们的头正扩展出新的脉轮。谢谢收听，感恩祝福。天狼星信息二：关于远离老旧的方式，专注于新的。通灵 Madad， 翻译 Nick Chan， 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你现在看到自己的强大了吗？那些希望你处于较低的恐惧震动并讨厌没有更多能量饲料的人，可以在世界当前的冲突中清晰地看清你们如此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不可能会在地球上发起任何的战争。你们的旧领导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新的领导还未参与到这样的利益中，因为他们想要带来被渴望的永久和平。你们许多人现在明白这是唯一前进的方式，离开老旧的，因为它是无效且正快速瓦解。亲爱的伊们，这些是内在的改变被显示在外在，无法被忽视，因为这就是在生活中显化一切的方式。专注于新的，因为你正处于改变海洋的中心，你需要准备你的船只快乐地到达你注定的港口。取出任何你感觉太重或者拖累你的东西，看看自己能在这些巨大的波浪中如何美妙地流动与航行。不要忘记使用这些波浪携带的能量，因为它们可以更快地带你回家。是自己为这个海洋的一部分，感受它与一切万有奇妙的连接。你们一些人已经在思考离开时间的问题，想知道这会是什么样的，会是什么感觉。最重要的，在不知道现在是哪一天几点几刻的情况下如何存在。
我们无法充分的描述，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体验，但一般来说，你会失去有些东西丢失的感觉，有些东西不完整的感觉，这需要你及时的关注，感觉重要的东西就在你的面前，等待着你去做。简单来讲，你会对活着和存在于你的所在之处，与你希望的人在一起感到舒适，因为一切都会走到一个包裹中，因为你无法在某人或者某事不匹配你震动的情况下真正的感到快乐与满足。许多在一起的人是因为业力问题，一旦他们用爱与宽恕解决了，他们就能自由选择另一条道路，他们会感到强烈的渴望与满足了他们渴望的人际关系脱离。但请记住，爱总是会处于你们之间，随着你可以看到在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发生的一切，你们许多人不止一次束缚于这样的人际关系中，伴随着学习课程的更高理解，带你到达了你现在的所在之地。为他人感到无条件的爱，原谅并放下老旧的习惯。一个人要为另一个人的不快乐负责，是自己为美丽闪耀的光之存有，所有你希望理解的都会在伟大启蒙的时刻前来，你会感到自己伴随着从内在流出的光闪闪发亮，许多人会回头看你，会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对你如此强烈的着迷感。这始于他们之内的连锁反应，他们会分享有意或无意的爱与光的能量，这就是爱与光传播的方式。我们非常高兴你如此快乐地让它从你的心中为所有人闪耀。我是来自天狼星的 SLUSA， 我感到很开心能够与你分享这些想法。如果你感到是时候该改变了，做出你的意图，很快它的迹象就会到来，而你肯定会明白它们的含义并相应的行为。谢谢收听，感恩祝福。